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黎牧师。我在这个地方呢，我要祈求神，他的恩惠、他的慈爱呢，能够与您跟你们的全家都能够同在。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分享了怎么样子才能够蒙恩典得到拯救，怎么样子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么我们翻了很多的圣经章节，其中一个圣经章节呢，很明确的回答呢，我们蒙恩得到拯救，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是这个圣经里面的回答是说要信耶稣，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跟你分享这个圣经章节，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在这个章节里面所谓的信，至少呢要加上两点来把它确切的呢给它做个解释，那就是呢这个信呢，是必须要真正的信，我们说过，对不对？那么真正的信呢，是必须要有行为上面的这个表现的。那么讲的具体一点的话呢，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一种使人信耶稣之后，然后自己要悔改的那种信，等于是说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那种信。那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求告主名，求告主名。我在这里要感恩，要谢谢大家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因为您说上周你谈的啊，要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因为那个才叫做真实的信心，所以你们就问我了，柯牧师，我要怎么样子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呢？真的很感恩，谢谢大家，你们的这些圣经的问题都非常的宝贵。你们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说感谢主，你的问题让我有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来问个问题，要怎么样子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呢？怎么样子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先看看圣经它怎么说，好不好？那就是在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第十章12到13节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常常会有一些追求真理的朋友们，或者是生命垂危的一些朋友们，总是会问一些他们基督徒的朋友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子行才能够得救呢？我记得过去我在做实习传道的时候呢，跟一位牧师学习，那么每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在医院里面探访病人的时候，牧师他总是会拿圣经的几处圣经章节来跟这些求问我怎么样子当才能够得到生命的或者得救的人，这个牧师的回答，其中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3章16节的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呢，我还记得，另外呢，经常这个一些人会使用的圣经章节，也就是保罗他的圣经里面的一个回答，这个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第9节开始到第10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十三节的罗马书十章，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经的话，这里面他说心里要相信，这个信呢是指真正的信，那么真正的信呢是必须有一个行为表现的那种信心，是必定会有行为的表现。那行为的表现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求告主名的一种表现，只有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够得救，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一个人自以为心里相信却不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话，那么这种信心按照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章节，实际上这种信心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够使人得救的一种信心。行为跟信心是并行的，对不对？我再跟大家复习雅各书的第二章十四节，这里面所说的话，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够救他吗？什么叫做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或者是说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是我们必须要研究的。如果要明白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意思的时候，我科牧师在这里建议大家，首先呢，我们就必须要明白主或者是耶稣的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新约圣经称之为耶稣基督。耶稣的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简单的来说也就是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基督原文的意思是受膏者，也就是受膏的君王的意思。因此呢，耶稣基督这两个名字是表明耶稣本身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我们的君王的意思。因为呢，耶稣他的使命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您知道，回想到天使啊，对约瑟所做的指示没有？在马太福音，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回去读，再读一次马太福音第一章哦，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天使呢，加百列对约瑟所说的话，他说呢，你要给你所要跟你的妻子所要生的这个孩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你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呢，并非是玛利亚跟约瑟取的哦，是天使他指示约瑟说要起名给你的婴孩叫做耶稣。因为这里面耶稣的意思来了，因为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因此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叫做要把罪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章节好不好？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朋友们，你看见了吗？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名字的意思。主耶稣拯救我们呢，脱离这个罪恶呢，他是借着两件事情啊。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犯的这个罪恶呢，流出了宝血为我们舍命，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
借此呢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刑罚，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耶稣的宝血呢，能够洗除洗去然后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使我们不再受到这个灭亡，反而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呢，让我们得着永生。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圣灵的大能大力，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然后使我们能够离弃罪恶，成为圣洁。因此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结论，我们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意思，也就是要求主耶稣将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意思。所以说什么叫做求告主名呢？那就是从耶稣的名字里面可以得到答案，就是我们祈求耶稣，祷告耶稣，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那么讲的具体一点，也就是要求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立刻的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呢借着他的圣灵呢帮助我们洁净我们更新我们，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有信心，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应许之下呢，我们得到洁净，得到这个赦免，使我们能够获得属灵的新的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使我们有力量来过离开罪恶成为圣洁学习成圣的那种生活。好了，如果你刚刚解释了那么多的求告主名的意思是什么的话，我现在把这些浓缩起来，所谓求告主耶稣的基督的名，也就是要要求耶稣将悔改的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赦罪的恩典赐给你，赐给我。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有两件事情要做，就是求告耶稣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恩典，再来就是要求耶稣基督，求告耶稣基督给我们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来，我们来看圣经章节他怎么说。使徒行传五章第三十一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里面说，这个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做了君王，神把这样子的一个给人有能力赐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赐给了以色列人。可是这以色列人，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属灵上的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是太好了。赦罪的恩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上的宝血所带给我们的，那么悔改啊，悔改的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的能力给我们的，两件事情，对不对？因此我们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实际上也就是要依靠耶稣基督的帮助，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深切的悔改，把我们这个从小一直到大，我们一生所有的每一样的罪愆，我们的过犯都彻底的跟耶稣基督承认，说清楚。我们不但求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这一切的罪，更要恳求耶稣基督的圣灵呢，使我们能够有一颗真正的从心底里面深切痛悔的那种心，使我们能够恨恶这些我们过去所犯的罪，然后重新的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胜过这些罪恶。因此主耶稣的宝血就会立刻的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应许。
主的圣灵也是会立刻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里面，来洁净我们，来更新我们，来浇灌我们，来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而这个名副其实的成为上帝的这个儿女。好了，所以朋友们，从以上所解释的这一些圣经章节，我们可以看见，所谓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实际上也是一种信而悔改的祷告。我再讲一次哦，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就是要求告耶稣基督的名。这里面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是信而悔改的祷告。凡是像这样子信然后悔改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就会立刻呢得蒙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拯救。当然呢，当我们这样蒙恩拯救的时候，然后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然后有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我们还要天天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耶稣基督的名，追求离开罪，成为圣洁，圣而又圣，对不对？也就是说，要不断的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帮助，帮助我们能够得到救恩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是必须要做的。也就是呢，要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不可以都是像属灵上面的婴孩一样。因此圣经上说，我们在属灵上面不可以像婴孩一样，我们不断的努力成长长大，以致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我给你圣经章节，两处圣经章节，圣经上所说的，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到，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保罗也传达了这样子的话给以弗所教会的人，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一个身量。朋友们，由此可见哦，祷告呢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是非常的重要的，也就是求告主名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得救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求告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要祷告的意思。可见祷告是多么的重要。假如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他自认为信主了以后就可以得救，一次相信就可以永远得救，或者是第一一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拯救，就认为说我永远就可以得救的话，很好。但是他呢不仅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然后经常也是去参加教会里面的崇拜跟聚会，各项的宗教活动，但是他个人却没有祷告的生活，求告主名的生活。比方说早上起来也不祷告，晚上睡觉以前也不感恩做祷告，你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自认为是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在他的生活里面根本没有求告主名，也就是祈祷的话，你觉得这样子是真正的蒙恩得救了吗？各位，我个人的一个合理的这个推论在这里，没有个人的祈祷，也就不可能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意思就是祷告，既没有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按照圣经上所说，
也就不可能得蒙主耶稣基督恩典的拯救，因为圣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假如一个信徒啊，基督徒经常有祷告的话，甚至每天早晨晚上随时随地都有祷告，是不是就是说明他已经蒙恩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了呢？朋友们，你仔细听我说，那也不一定啊。你会说奇怪，科牧师，不祷告你也说得不到耶稣，就是根本不是没有的求告主名，那祷告的人你说也不一定是求告耶稣基督的名。你听我说，我的原因说不一定，是因为要看那一群祷告的人，包含你跟我，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如果祷告的内容所求的全都是，比方说我们生活上的事情，例如要求平安，耶稣啊，赐给我平安，耶稣啊，神啊，赐给我健康，耶稣，求你帮助我有好的福气，让我发财啊，让我的孩子的在学校的学业都能够有好的成绩，或者是能够我们的孩子能够考试呢都能够金榜题名，怎么等等等等，好考上好的学校，或者是我的孩子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我的工作也能够继续持续下去，不要被裁员等等等等的话，那么比较关心到祷告的内容，关系到属于自己个人的话，另一方面对属灵的事情不关心，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够重视的话，对自己的罪在祷告当中马马虎虎的带过去，没有彻底的悔改认罪，求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求耶稣基督的恩典帮助我们成圣，那么这种的祷告实际上和那种所谓的求神拜佛的内容也差不多，并不能算是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好了，跟大家说，我们的天父上帝啊，是爱我们、关照我们、细心的呵护我们的一位神。我们当然可以为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和生活方面各种的问题来祈求神。我相信上帝很乐意的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以及祷告的任何的内容。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神愿意听你任何的祷告的内容，但是我们更应该为自己的灵性、灵命、得救和品格成圣的问题而祷告，因为圣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此我们的祷告的内容，除了是关乎我们自己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之外，更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得救，就是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认清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上帝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过个有得胜有改变的一个基督徒。因为罗马书10:13这里面告诉我们，凡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就必能够得救。我们来做个总结吧，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真实的信心是要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的。那么要怎么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呢？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意思，实际上也就是要要求耶稣基督将这个悔改，让我们悔改的这样子的一颗心，和耶稣基督那种赦罪的恩，赦罪然后赐给我们恩典的这样子的恩赐赐给我们，就好像圣经上在使徒行传刚刚我们所读的，我再读给大家听，所说的5:31，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耶稣基督做君王，做救主，然后呢，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因此，各位朋友，什么叫做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因为我们的圣父上帝把那个可以让人有一颗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典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跟权力交给了耶稣基督。因此啊，只要我们恳切地求耶稣基督，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话，耶稣基督他会把那个赦罪的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并且呢，把那种愿意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呢，放在我们的这个心上。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一个意思，也就是最近这几个这个节目以来我经常谈到的这个问题，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真的要非常谢谢你告诉我，问我什么叫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不要忘了哦，下周要继续锁定这个频道，叫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再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安慰人的一个圣经章节，那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朋友们，这是神的话。神爱世人，神是包含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呢，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你跟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凡信耶稣的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我希望这样子的耶稣基督的这种邀请，求告他的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得胜的能力了，并且神赐给他一个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以及那个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给我们恩典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既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能力， 也愿意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福气，我们为什么不求告他的名呢？好了，朋友，认识上帝啊，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认识神是一个可以改变你个人生命的一个机会。认识神以后的这个人生呢，会是一个非常清楚生命方向的人生。最近我们有一位朋友，他呢，我当初见到他的时候，来到教会是愁眉苦脸的。首先是因为他不太相信有神，然后来到教会里面跟我们参与聚会的时候都闷闷不乐，但是经过每次不断的参与教会的这个查经小组了以后，在最近在教会里面，当我呼召的时候，他说他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接受耶稣基督，借着洗礼加入神的教会，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从此以后在教会里面看到他，他都是满面笑容的。他实际上他有很身体上面有很多的疾病，但是他说他每次来到教会都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恩的。所以各位朋友，所以我说过，认识神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而且认识神以后，他可以改变，让你的生命能够得到一个转变的一个机会。因此我科牧师在这里要愿上帝的奇妙的恩典能够带给你丰盛的生命。我希望下周能够继续在电视频道与你能够见面。来了，圣经，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走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面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追求真理，明白神，那就是要依靠圣经，才是一个聪明的决志。谢谢各位朋友们今天跟我一起在电视节目来分享神的话，我们下周再见，愿神赐你平安，谢谢。